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早上兄弟姊妹，大家嘛高早。拜六个早起时，和咱做个三个来看《腓立比书》第一章二十节。接着我所信心所盼望的，无一项事叫我见笑。只要凡事放大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伫我的身躯照常显大。传讲伫法国有一个偏僻的村庄，有一个非常灵验的水泉。常常在那个地方有神迹的发生，以这个水泉可以医治各项的疾病。有一个人因为烧钱，所以减了一只脚，他就来到这个村庄的中间，一拐一拐走在这个路的顶面。在旁边的人看见到他用同情的这个口气在说，哎呀，非常的可怜，敢说他要跟上帝再救一只脚吗？这句话好听到，这个人歪过身来对因讲：“讲我唔是要按上帝求一支新的脚，原来是要求上帝帮助我，叫我减了一支脚了后，对呾要安怎会当依靠伊来生活？兄弟姊妹，要安怎会当用干那剩一支脚，犹原会当生活？这嘛是神迹，敢唔是？”学习为着失去的感恩，也照料咱所失去的。所以圣经内面讲，照着咱所心生所盼望的，无一项事叫咱见笑。有感恩，无咱嘛感恩。凡事放大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是予基督伫咱的身躯照常最大。三个做伙来努力，阿头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让我们可以常常跟他定睛在你，帮助我们没看到我们所有，也帮助到我们对着我们失去的，我们也有缘可以感恩。愿主的灵看顾着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让我们可以明白知足乃是大利。愿主的灵上帝恩光继续使我们舒服，帮助着我们，也陪伴着我们的心灵可以敬拜耳朵里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兄弟，愿上帝赐福你家里的一家。